24颗各式各样的造型热气球陆续缓缓升空，把天空点缀的色彩缤纷。不少天还没亮的就在现场等待的民众都开心的惊呼，拿起相机、手机拍下这一刻。迈入第九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，29日清晨在台东鹿野高台登场。今年特别结合布农族八部合音以及电光社区的竹炮，展现部落特色。而这次活动总共会有40颗热气球，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。其中许多造型球都与孩童梦想有关，要一圆小朋友的梦。我们有海绵宝宝，有小蜜蜂，有日本的惠比寿，所以我们希望今年呢，能够给大家更多我们快乐欢乐的回忆。还有许多隐藏版的造型热气球会在为期45天的活动期间陆续现身。除此之外，还有9场光雕音乐会，希望可以吸引游客到台东玩，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原始新闻综合报道。